这种病种可怕的地方在哪里？就是说，第一，它因为是超耐药的，所以你不能用抗生素来治疗它。第二个，它又是高毒力的，等于说我们 human defense system 根本就 defense 不了。所以说，这个如果是没有药可治的话，那就只有死亡率就比较高了，大部分人都死亡。所以说，这个就是这种新的病原菌的这个比较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。